邻居之间相互指责乱停车，还有花盆违规摆放，当街火爆开呛，一来一往互呛，炮火相当猛烈。网友看了惊呼，战斗力旗鼓相当，最后还闹到警察来主持公道。阿妈，你别闹，阿妈别闹，我不会惊你啦，我不会惊你。花顺阿姨对着绿衣服邻居，你大声，我比你更大声。我边有大事无？会知啊，我边有大事无？会知啊，我肯定在门口看。原来是停车没共识，一来一往互呛，炮火很猛烈。我感情到门口口，没生意啦。看到鬼吗？你看到鬼吗？你就是鬼啊！你是鬼啦！你就是鬼啦！你就是鬼啦！你就是鬼！你袂乌袂停。吵到谁是鬼都能拿出来吵。你若这种做法，你会衰八代，你衰十九代啦。两位阿姨拼高下，其他人试图缓颊，但裹上来似乎很难灭。火爆开枪，网友惊呼战斗力旗鼓相当，整个花盆都脸上了，没有办法过嘛，人家一定要硬过啊，担心他骂我不自禁啊。找到当天花上叶阿姨，说当地施工只剩这条路，车主这样停别人过不去，还碾坏他的花盆。进后面数警察没有办法开单，他就是超级路霸王了。但车主也喊冤，根本没压到线，反控对方占地为王。向当地居民说明维持当地停车秩序，车主没违停，但警方劝导移车。至于花上叶阿姨，花盆恐怕违规摆放，阿姨们的对决只是争一口气，双方互不提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